我们现在看这路两边嘛都是田地，318-1086，1086哈。看了，这两边都是大片的田地，这边种的玉米吧，右手边玉米，左手边也是玉米。远处应该下雨了吧？那边阴云是吧？阴天。哇，这自行车这档位，回来再说吧。这小虫子就是挺长细长的，那虫子挺多的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呀，就是细长的那个。这是葱吗？这是种的，不可能种这么多葱吧？啊，太多了。1087